上的话肯定会说是 VSR。 我们那天不是在内场，包括我们去了酒会，当然去酒会当然没喝酒了，大家放心哦。我们在酒会的话呢，我跟一诺、暖阳还有 Cat 我们三个拍照，哥们真挺帅的，还是我搭的线。我觉得一诺真比我帅，这俩人不是走上去什么他打的，哎，这俩人一走上去是唯唯诺诺的，认识吗？不是，让李子豪俩人在那推来推去，哎，我说嗨哥，然后我就在那 Q 他俩，你俩不是说要过去吗？他俩在这。就在这站着，这么转，俩人就认识了，面对面就开始在这转起来了，站到他们沙旁边。我说嗨哥，我说你俩不是挺喜欢他们说话呀？然后认识了开始，哎，嗨哥，认识了开始。对啊，就是一开始这种有点很尬，难以社交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徐碧城一诺哥哥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，对，不熟的情况下比较害羞。啊，希望之后可以去看他们比赛。你澄清一下吧，那个上面那个。红毯上面写那个的到底是谁？任帅，但是怪我吧，也有一部分怪我。为什么你这么处理？是因为他开始之前问我，对，他问我要，他说要写，七哥，我一会儿要在那个签名板上写 AG 加油行吗？我说行，你写。然后任帅就写，任帅真写，我的心里佩服他。下回不应该在那种地儿写的，不太好。说是今天必须要找一诺他们要个签名什么的，然后最搞笑的是，最搞笑是俩人，然后一诺、暖阳、凯特，嘣就坐任尚旁边，任尚直接这样，然后一边这样的，然后一边那个脸就这样的，然后那需要那个酒窝啊，那个眼睛就眯成一条线。我拍照的时候，他们五个人眼睛一样大。任尚看就看我。我们这次去那个，除了见到了王者荣耀领域的，还见到了这个英雄联盟领域的嘛 ，LPL 我们 LPL 选手，